什么老板娘，我根本不懂，我必须要去揣摩。但是要学习在揣摩这个当中，我不能说我是太疏忽了，所以我必须要去学，所以不敢出门。那导演就说：“哦，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要怎么来感谢你？”跟老板说：“我说不用，这是大家合力收的成果，不能说我讲的这句话就是我的功劳，不是这样子。”所以你应该跑跑到几千块，因为寒人嘛，足热足热的。迄个你卖物件，遐个鱼是叫做喜欢啊嘛吼，遐喜欢啊，比如讲伊。唔对，你嘛免讲唔对个，人会惊嘛，咱免讲唔对，然后咱搁出摆来，搁出摆，搁出摆。我曾经试过，素人他们是素人，对，差不多拍到十几遍，正常卡手拢拍下去。所以这个拍也是实际情况，你查都知影，咱讲实在，拍就不赚偌济钱啊。你这个人跟拍一条路，你挂都起袂饱，你知影？哎，拍你是赚偌济钱，佫着爱勤呐，爱拍拼。哎，不断的一直要有戏拍才行。你要说拍了一段，休息一段再拍，那不完多了。这样讲，人吃饭咱都要讲完啦。那个讲完时，咱准备吃什么？唔知。哎，不醉，不醉，不醉蛮爱情的。所以讲哦，不管怎样，大家吼在座各位，你不管在什么款的跑道，你是什么款的生活，什么款的头路，大家都要拍拼爱认真。有机会再叫，我来提一叫。你若无拍表，机会走去啊，哦，对不？哦，大家。